据公诉机关指控，2017年6月30号晚上9点过，被害人王某乘坐李亮的车前往国际城小区，因为朋友频繁催债，李亮便产生了抢劫这名女乘客的念头。李亮不顾被害人要求下来的请求，径直将车开到往西二环的一处没有路灯的地方停车，之后向被害人提出借钱。发现被害人王某要报警，李亮抢走对方手机，并与女乘客发生抓扯。李亮双手掐住被害人脖子，叫被害人把钱拿出来。当被害人说出卡里只有几千元钱后，李亮松开手，打开被害人的手机，确认卡里是否有钱，之后便开车往清镇方向行驶。到达清镇后，李亮强迫被害人将银行卡里的现金全部转到微信钱包，之后威胁王某说出手机密码和微信支付密码，将钱全部转走。李亮驾驶车辆转移到另一地点之后，告诉被害人：“我走到这一步已经是没有办法了，我只有把你弄死。”随后便再次掐被害人的脖子，直至被害人不能动为止。行凶后，李亮开车往花溪石板方向行驶。当行驶到贵阳市南环高速毛利坡大桥时，李亮再次掐被害人的脖子，并确定对方已经死亡，之后将被害人抛下高架桥，逃之夭夭。经司法鉴定，被害人王志远系重庆外地鸦片军部，致机械性窒息死亡。案发后，警方介入调查，并将李亮抓捕归案。经了解，李亮抢的被害人苹果手机一部、戒指一枚及转账的人民币共计近10000多元。检察机关认为，被告人李亮以暴力胁迫手段的方法抢劫杀害他人，被害人王某被害时怀有身孕，李亮杀人抛尸的行为手段极其残忍，社会影响十分恶劣，建议对被告人李亮数罪并罚，判处死刑。在庭审期间，李亮的亲属与被害人亲属达成赔偿协议，一次性赔偿被害人亲属人民币38万元，并得到对方的书面谅解，依法可从轻处罚。据此，合议庭对案件作出如下判决：一、被告人李亮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；犯抢劫罪，判处有期徒刑7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。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。二、对被告人李亮限制减刑。庭审宣判后，被告人李亮以量刑过重不服判处，提出上诉。